看见了你爱的花店，告别了从前，写下卡片，前往了新地点。就算再强烈的想念，不能在你的未来去赴约，只能狠心的划清界限。想你就像是在纠结，是时停留表面，慢慢累积的怀念不断沉淀。爱走掉后那三年不告而别，该怎么怀念？明明还在笑着聊天，突然变成泪流满面，没必要去变。